不行，呀呀，我打看看看看看行不行？哎呦天哪，行不行？看看，太棒了！这个要是切歪了，这个不敢使劲，有点歪了，没事，给小猴吃吧。这个给小猴吃，豆豆，给小猴吃吧。这先给小猴吃，哎，让小猴先吃。你站起来，豆豆来，站起来吃，豆豆站起来吃，来拿着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啊，来来，拿了。怕抱丢它，怕抱丢它，那样吃不了。哎呀妈，妈！小猴给底下吃，你啊，你吃吧豆。那小猴给底下吃，哎，你看底下，哎，他吃上边。我给小猴拿一个。豆豆，你站起来，你站起来，疼的小猴身上都水了。站起来，上那边去，上那边，快去那边，那边，那边，上那儿去。淌水了啊！站不起来，小猴搁那啥呢？那、啊、个儿拿着吃吧，小猴下来了啊！就你站起来吃吧，豆儿来，啊，上这儿吃，站这儿吃来，啊，站起来来，站起来，吃太香了，吃的太香了，太棒了！看这媳妇切的，太好了，嗯，真太棒了，亲我一下，哎，小宝摸摸小宝啊，小宝也吃。你就会啪啃，小宝宝，这个别吃这个纸了。你也拿起来吃，哎，小宝长得好看是不是？眼睛上长个脸，看那块崩吧。不懂，都吃没了。